格物致知，劝君要术，破我法执，修二通关，于一切法作为心态，身为目本，格之所先，家国天下，乃其末焉。本硕莫容，一气之宣，为民以德。设文不云，宋无未解，更为不传，错乱无稽，大义不显，叙失妙物，直指真权，恐甚负气，当无见然，须该来学，首复思篇。如是修者，是真圣贤，家其国之，天下遍遍，遍遍及平平。民国二十三年甲戌奉下南部府江仙警署，大学之旨依古本，古无偶意道人志趣树阳父子江仙府主，大者当主的名，场遍会面，即指无人现前一念之心，心坏更无一物可得，无可对待，故名当体。此心前既无始，后既无终，生而无生，死而不死，故名为常。此心包容一切家国天下，我所不在，无有分际方余，故名为遍。学者觉也，自觉觉他觉行圆满，故名大学。大自其标本觉之矣，学自其张始觉之功。本觉是性，始觉是修，称性其修，劝修在性，性修不二，故称大学。稳分位二，从初至天下平，统是性修旨趣，从自天子至终，详是妙修次第。初中六二，初二节是妙物之门，次三节是妙修之序。初中六二，初直是进观，二点是悟修。今初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民至善。道者，从因趋果所立之路也。止于在明明德，便说尽大学之道，上明义，是始觉之修，下明德二字，是本觉之性。性中本具三义，明之为德，未现前一念明之动彻，而未尝有行，即般若德。现前一念虽非形象，而具诸妙用，举凡家国天下，皆是此心中所现物。举凡修齐之品，皆是此心中所具事，即解脱得。又复现前一念，莫知其香而不无，为天欲物而非有，不可以有无私，不可以犯圣意，平等不增不减，即法身合，我心即耳，民心亦然，度自性之众生，名为亲民，成自性之佛道，民止至善，
心灵止至善，只是灵明得之极致，恐人不了。一一念出，不可说为三纲领也。此中以德、明、至善，即一境三谛。明、清、直，即一心三观。明明得其自觉，清明即觉他，止至善即觉法。自觉本具三德，树之以为般若。觉他令觉三德，树之以为解脱。至善自他不二，同具三德，树之以为法身。不纵不横，不并不别，不可思议，至彼名为大理。觉此理者，名为大学。从名自觉，其观其觉，从观其觉，得相似觉，从相似觉，皆分正觉，从分正觉，归究竟觉，故名大学之道。补助三谛三观三德，详言上篇十中心要解。二点是悟修，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静，静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虑，虑而后能得。止之一字，虽止至善，只是离得本体，此皆之言人处。最重在知之一字，远绝经语，知幻即离，不作方便，离幻即绝，亦无见此。当于此处参看《大佛顶记》云：“以不生不灭为本修因。”然后缘成果的修正，即知止之谓也。此中之谓妙物，定、静、安、虑，谓妙修的谓妙正，动静二相了然不生，名能定，外境不扰故，闻所闻即。名能静，内心无喘步，觉所觉空。名能安，烦恼有寂故，空所空也。名能虑，寂灭现前，如镜现象故，忽然超越。名能得，获二殊胜故。补助《大同顶首楞严经》云：“尔时观世音菩萨，即从坐起，顶礼佛足，而白佛言：‘世尊，意念我昔无数恒河沙劫，于时有佛出现于世，名观世音。我于彼佛。”发菩提心，彼佛教我从文思修，入三摩地，出于文中，入流广俗，所入寂静，动静二相，了然不生。如是见僧，闻所闻即，静闻无住，觉所觉空。空觉即缘，空所空也，生灭寂灭，寂灭现前，忽然超越世出世间，十方圆明，获二殊胜。译者：上合十方诸佛本妙觉心，与佛如来。
距离也。忽然超越，或二出圣者，超越世间有物于出世间空处，故空假双少，发达非心。四三节是妙生之序，物有本末，事有终始，知所先后，则经道。此其下文两节之意，盖于理德，而贯彻身及家国天下，以之为物。既以理德成物，且顺理情，辨其本末，反于归物之功，名之为事。既向身辨得中，商榷不却必修正，须知有终始，始于先，终于后。古之以明以节，知所先之榜样也；物格以节，知所后之尘埃也。古之以明以德于天下者，先治其国。欲治其国者，先齐其家；欲齐其家者，先修其身；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；欲正其心者，先诚其意；欲诚其意者，先治其知。治之在国物，说各民以德于天下，便见其民之善，皆民德中事矣。正其心者，转第八十位大圆镜之也；诚其意者，转第七十位平等性之也；治其知者，转第六十位妙观察之也。格物者，作为新时观，乐知天下国家，根深气节，皆是自心中所见物。心外别无他物也。是故若欲得物，莫若观所愿缘。若知外所愿缘非有，方知内所愿缘物无。若知内所愿缘物无，方能力去内心之恶，力行心内之善，方明自谦，方明圣独。又指一明德，分心意知三明，致知即明明德，不住离本清净周遍之心，而换回八十，一言十，二耳十，三鼻十，四舌十，五身十，六意识，七莫那识，八阿赖耶识，前六识者，眼耳鼻舌身意六根，与色声香味触法六尘相接。而现之时也，第七莫那识，亦于然曰：执我之法之一根也。第八阿赖耶识，亦于含藏，即前七识之所藏也。能转八识，则成四智，转眼耳鼻舌身识未成所作智。转意识为妙观察智，转莫那识为平等性智，转阿赖耶识为大圆镜智。如是则复排其清净周遍之真心。观所愿缘者，为观有见所取之相也。外所愿缘，识所愿之境；内所愿缘，是能愿之心。物格而后知至，
一沉而后心震，心震而后身修，身修而后家齐，家齐而后国治，国治而后天下平。我法二之末，则物自得。由大和平心所欲，不为物转，便能转物也。知智者，二空妙观无间断也。一尘者，由第六十度二空观，则第七十度不止第八十之见分，为内入我法也。心正者，由六七二十无我之故，第八十舍赖焉离，由六七二十无法之故，第八十舍不守离，转成阎罗罗什，一名大人尽智相不心品也。深修者，第八十七成无漏，则一切如意。十二句，十八戒，皆无漏也。加其国治天下平者，一身精进故，多身精进，乃至十方三世圆满清净也。不住真如之意，不变而随缘，随色受想行识五蕴之缘而为人，随善恶尽染之缘而为法，因缘和合虚妄有生，故皆无自性。当体即是真如，不知是意，而妄执有时人，即为人我执；妄执有时法，即为法我执。我执者，谓之有悟性也。能过二执，即得二空。金刚般若经云：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，破人我执也。又云：菩萨一言所住不失，不住色不失，不住身相类处法不失，破法有执也。当知空假中无心三观，是破二执之神方，斩一切罪根之慧见也。一熟者，因果之谜，或一时而熟，或一心而熟，或一处而熟。三世因果之成熟，非一时，非一境，非一处也。阎罗罗什，一云白金石，即真如本体。色受想行识为五蕴，六根六尘为十二处，六根六尘和六识为十八处，曰因曰处曰境，皆障碍而不清净，须臾相不周遍之身，以皆生业故，皆有漏也。若能转识未至，则皆成无漏。以上口是信修止去境，详是要修自意六为三，出的是何故？须从本何？二强师成矣，必先治之。三根是修行至平，必有自立。今初，自天子一至一庶人，一世皆以修身为本。前以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，原不单使一网友为人说，恐人错及。今特别破，且如顺根立山之时，何尝不是庶人？因以根有生时，